主料：小白菜400克，皮蛋一只，辅料：油、盐、大蒜、姜、鸡粉一茶匙，生粉半汤匙，红椒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小白菜清洗干净后，沥水，皮蛋去壳，切小丁，香葱、生姜、蒜头切碎，炒锅热油，把生姜、蒜头放入炒香，加入红椒和皮蛋小炒，加入适量清水烧开，将小白菜加入，小白菜煮熟后，捞出底下的汤汁，加水淀粉勾芡收浓，淋上盘即可。烹饪技巧：无技巧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